天天及时送新闻早知道，每天早上8点，这里是每天都要元气满满的早班机。今天是3月19号，星期一。我是代班主持人陈立农，各位全民制作人，早上好。工作日的第一天，大家是不是还是懒散散的，还没有打起精神？没事，让我们来叫醒你的身体。这周的第一件大事会是什么呢？让我们赶紧进入今天的这不是头条。小编，请告诉我们在过去的24小时里面又发生了什么新鲜事呢？听完今天编导叽里呱啦的对我说今天的新闻呢，我就立马去跟我的哥哥们在线上进行了300回合的激情讨论。我们讨论出来的到底是什么事呢？赶紧进入今天的猛料，我还要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早班机的全部内容。我是接受你们所有 pick 的陈立农。明天早上8点，早班机还是和你不见不散哦，拜拜。Hello， 爱奇艺早班机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农农陈立农 ，@咚咚咚呛哈哈 ，OK， 陈立农笑起来的眼褶子太可爱了，求你以后不要用玻尿酸来填褶子。这个问题呢，因为我就现在也才17岁，就是可能我以后老的时候会不会用到，我还不晓得。目前的话，就是我给我自己的心里有一个建设，就是说我现在的皮肤是紧致，所以当一个紧致的皮肤呢，如果有一些挤压的话，有一些褶子会是比较正常一点。这样好 ，OK， 下一个题目，我 take 草鸡可爱农。兄弟，你真可爱。今天呢，能把眼睛睁开了吗？这个我可以去请教一下李荣浩老师。Take 酒不是酒。他说呢，确认过眼神，农农就是我的男人。这个问题又比较难回答。不过我还主要还是想要表达，就是这样子说起来，你可能就是比较欣赏我，就是还是谢谢。谢谢你对我的可能喜欢，这样子，也请你继续喜欢我。